今次咧會睇哥林多前書三章十一節開始，不過咧今次咧就時間關係，我只係咧由個經文去揾出神嘅恩典先。咁、那個三章十一節嗰度就話，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十二節咧就話，如果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呢個根基上建造咧，個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個人的工程怎樣。咁然後面咧就講到呢個建造的工程，如果存得住咧，就要得賞賜啦。如果工程咧未燒了咧，就要受虧損啦。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一樣。咁我哋今次唔係全個經文全部發揮曬，即係一部分嘅啫。咁咧就喺個經文裏面揾恩典。咁點解要揾恩典呢？因為人咧基本上咧長大咧係喺通常咧越細嗰陣時咧恩典越多嘅，越細嗰陣時咧 B B 嗰陣時咧媽咪總係錫啊，總係照顧用各樣嘅呵護嘅方式啦。但係到大嗰陣時開始咧就係律法多噶啦，即係開始咧你要做乜你要做乜你冇做乜咁樣樣嘅。咁所以我哋嘅思想模式咧都係比較習慣用律法，咁甚至喺講解聖經都是會是多律法的。咁要發掘恩典咧，係要需要真係要操練同埋刻意。咁我感謝神就係以前我用一個方法 mark 聖經咧，就係用三支筆，就係紅色就係恩典啦，即係好似耶穌嘅寶血紅色啦。跟住藍色咧就係相反，就係咧神嘅律法嘅審判同埋警告嘅作用。然後綠色咧又都係律法，但係就遵從嘅，就好似草咁樣，即係會生長咁樣嘅。咁咧我就慣咗個 mark 啊，咁 mark 慣咗咧，咁我就唔單止睇聖經，我知道佢律法同恩典，我聽人講嘢我都知嘅。譬如有人話你努力啲啦，咁佢覺得係鼓勵，但係其實努力啲咧係一個律法嘅吩咐，不過係綠色嗰、那個，你去做啦，你努力去做啦。咁呢個係。即我哋都日常生活一定會有用嘅，不過如果成日都係話你努力啲咧，人未必聽到得鼓勵。但係如果我哋欣賞就話譬如話你做到嘅我會支持你，我會同你一齊去做，我會幫你嘅你做到咧，我俾個好大鼓勵。咁呢啲咧就係恩典啦，即係俾佢睇到佢係被欣賞嘅。咁但係人的而且確唔能夠俾恩典人嘅，除咗我哋幫人啦，我欣賞你啦，我。不同神啊，神可以俾恩典嘅，即係我哋人咧能夠俾幫助啦、陪伴佢啦、譬如經濟上幫佢啦、有時智慧上幫助佢啦，咁呢啲地方就幫到。但係神咧就係、是、能夠真係喺人嘅裏面做工，感動人啊，改變人啊，更新佢嘅生命嘅。好啦，咁呢個經文我哋去揾嗰啲恩典啊。在十一節那裡講到，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能立別的根基。我們先討論的時候，首先就說這個根基是什麼來的呢？為什麼有個根基呢？那要明白根基就是下面我們有解釋的，因為它下面那裡講就說有人在上面建造，有人用金銀寶石，有些人草木禾秸在上面建造。而建造的時候呢顯露出來，如果表明出來是有火試驗，試驗成功就有賞賜了。所以这个金银宝石就是说人在耶稣根基上建造的服侍是神喜悦的，草木禾秸就是在根基上做但是神不喜悦的。那到底这个根基是什么呢？那这个经文没有解释，不过呢我们可以由它的内容，因为讲到是建造金银宝石，就是说神所喜悦的侍奉。那所以这个根基呢可以说有几个意思，一个呢就是说你的建造呢不是建造在人的哲學，不是建造在人認為的做好人，而是建造在耶穌基督的救恩上面。你有耶穌的救恩了，所以你在上面建造是照耶穌的方法，即是耶穌吩咐我們去傳福音，去愛神愛人，但是使命是建立人的靈命，這是耶穌吩咐的。還有有耶穌的能力，即是說這個根基就是有耶穌的救恩之後，按照耶穌的方法，亦都有耶穌的能力所建造的。咁所以根基就係話，我哋都係建造在同耶穌的關係嘅上面，因為有佢嘅關係，所以喺上面嚟到服侍嘅。咁即係亦都可以咁樣解釋。
即係可以有不同嘅角度去睇，但一定有一個關係用耶穌嘅方式嘅。好啦，咁呢個恩典係乜嘢呢？就係神俾咗個根基啊！咁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咁用一個人嘅方法，有時嗱，我解釋神嘅嘢咧，用人嘅方法嚟到幫人明白咧，係有幫助嘅。點解呢？因為就咁講，根基咧好抽象。咁我用人嘅方法點樣形容呢？就好似譬如有人去人哋請咗去做工喎，但係咧，你自己搞掂啦。你睇下我點做就得噶啦咁。咁啊，睇下佢點做啦。可能睇到佢，喂，你又呃顧客噶喎，我又呃顧客啦，即係有啲上司係咁啊，你睇我點做你就做啦，偷工減料，老闆偷工減料 ，OK， 咁呢個唔係一個好嘅榜樣，咁佢喺呢個根基上建造咧，佢將來未必好嘅，因為其實應該話一定唔好添啊。有一日佢可能話，老闆你又偷工減料，我又偷工減料，或者你又呃人，我又呃人，咁咧就結果咧就被人查到啊，好大件事喎！個老闆話係你做錯啫嘛，咁但係個員工話係你叫我咁做嘅，即係話人叫人做嘢未必係啱嘅。嗱，甚至父母都有時俾錯指示噶。最緊要賺錢，最緊要叻個人，呢個係一個錯誤嘅指示嚟嘅，因為嗰啲仔女咪成日想叻咯。但耶穌唔同喎，佢真係俾我一個好嘅根基啦。你喺上面，你有耶穌嘅救恩，你親近我，你跟住聖經嘅話語，你照住去做，你又時時喺。同我一齊有神嘅力量，你又跟住去做咧，你自然成個人蒙福啦。即係佢話俾你聽點樣行咧，係非常好嘅。即係事實上有好多父母都唔識得教導仔女點樣做一個好嘅人，點樣做一個係生活開心嘅人。因為有啲父母都唔開心噶嘛，佢唔識得教佢仔女點樣行一條好嘅路。但係神咧就會話俾我聽，嗱呢個根基，你照做就一定成功啦。又用一個比喻，即係好似有個人，佢話嗱，你咁做咧。就一即做生意啊，用講做生意啊，你一定會成功，你一定會發達咁啊。譬如世上嘅人講啊，咁有人話：哇，呢個方法實成功，我實會做啊咁。但係好多人唔係嘅，佢係呃你嘅啫。因為點解咧？你首先你要買咗佢嗰個產品，佢賺咗你嗰份錢，即係呢個人嘅方法。但係神咧，佢係永遠咧都係俾我哋一個好嘅。一個好的方法嘅嚟到，即係一條好的出路嚟到俾我哋侍奉嘅。好啦，跟住咧就即係我哋感謝神啦，佢俾我哋個好的根基。咁然後跟住咧，啲人喺上面用金銀寶石建造，同埋從和街上面建造啦，跟住就會顯露出嚟。咁呢個咧就其實係律法嚟嘅，你用金銀寶石或者係從和街，但係咧個背後都係有恩典嘅喎。點解呢個人？會有金銀寶石建造呢，就因為他跟神一起，他親近神，他思想神的話語，就有神的質素，於是呢他裡面就會生出愛心了。他生出愛心，他關心人，他有聖潔，所以 他的侍奉的果效就是金銀寶石。那這個 是好的，即是譬如這個世界上有些人跟某些人做生意，他只學到偷呃拐騙嘅啫喎，佢唔係學到好嘢嘅。咁但係咧，我哋跟神咧就會有神嗰種質素，嗰種質素咧就會將我哋嘅生命咧，同埋我哋侍奉果效就係變成為金銀寶石嘅。咁呢個就係神嗰種嘅美好質素。好啦，咁但係跟住的而且確係人有不同嘅，有啲人金銀寶石，有啲人草木禾街，然後咧就會有試驗啦。咁試驗呢度咧亦都有恩典嘅，就係話點解有啲人能夠合格？是金銀寶石，因為神在他心裏做工，所以他才能夠合格，是神在他裏面改變，所以這個是恩典來的。那這個既然神在我們心裏中做工了，即是有一個很大的禮物，那這個是恩典。那但是聖經都說我們一樣有律法的，即是恩典也都有律法的。那有恩典的時候，我們每個人做的是什麼呢？那這個就是一個挑戰去反省了，就是說到底我哋服侍人嗰時候，會唔會有時話，唉，佢成日都幫力都唔肯聽話嘅？我同佢傳福音好多次啊，佢都唔肯聽話，真係好令人灰心噶。譬如有時有啲基督徒都會咁啊。如果有個信耶穌，好開心好開心；有個唔信耶穌咧，就開始咧對嗰人咧有啲猛啊。你次都唔信嘅，講幾句你都唔信，你咁猛塞嘅一個。咁咧，佢咧就用咗人嘅律法去做咯。咁嘅時候咧，佢就算帶人信耶穌咧。
神未必喜悅，因為佢嗰個質素咧唔係一個內心嘅，即係耶穌咧唔會向人傳福音，嗰個人唔聽話咧，佢咧就發嬲嘅喎。神咧依然耶穌，譬如以色列人唔聽話，佢依然繼續去幫人嘅。咁所以呢個挑戰咧就係我哋諗翻我哋嘅侍奉到底係唔係一個神喜悅嘅，有神嘅質素嘅，係同神嘅關係，所以帶出呢個質素咧。如果係同神嘅關係帶出嘅質素咧，個質素就美好嘅。咁如果唔係咧，都幾慘嘅喎。嗱，譬如考試啦，我又用世上嘅比喻嚟到形容天國嘅事啦。考試嗰時候，哇！嗰個人100分好開心啊！有個人考試，那個老師，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呢事啦，喺個試卷上打個大交叉，你係完全答錯題，全部錯曬。呢個真係好失望喎，尤其譬如佢話而家考呢個咩 DSE 試啦，呢個即係決定你能唔能夠升到大學嘅事啦。當你考嗰時係大交叉咧，哇！即係全部好似要再考過曬喎，即係完全失敗，係好淒涼。考試都有再考過，第二年再考過。但如果我哋去到天堂嗰時候，神係畫咗個大交叉咧。哇，都幾恐怖喎！所以咧，我哋就快啲今日省察自己啦。我哋今日做嗰啲咧，到底係金銀寶石，係充滿神嘅恩典、愛心祝福人嘅內心嘅，抑或係一種即係律法嘅，係壓迫人嘅，係自己咧裡面亦都係喺一種壓力之下咁樣侍奉咧？係咪有愛心咧？因為為咗自己利益咧咁。咁呢個都係即係今日呢個經文咧，俾我哋一個思想嘅，咁由咧14節咧就講到呢個工程傳得住咧就要得賞賜喎，咁呢個咧就係呢個就係第一就係傳得住就係禮物咯，傳得住喺人嚟講你做得好好，有時人都會忘記咗嘅，但係神咧就永不忘記。總之你係做得啱，跟住神嘅方式，有愛心有關心，神咧就會歡喜就傳流啦，傳流到幾時咧？是不是存留100年呢？不是喎，是存留到永遠，永永遠遠永遠存留，真的很好的。並且得賞賜，聖經說到今生和來生都有賞賜的，這個也是神的質素，神就喜歡賞賜人，給他賞賜呢是不合比例，是超過比例，是超越過比例。即譬如說多勞多得，你做這麼多得這麼多，但神不是這樣的，你做咁多咧，係得咁多，係超越嘅。咁呢個就係神嘅美好啦。當你做嘅係金銀寶石嘅時候咧，係嗰個恩典咧係極大極大嘅。咁至於有啲人咧，佢工程咧係燒咗啦，就話佢一試驗嘅時候發覺係有問題嘅，咁就要受虧損啦。咁咧嗱，呢個人咧尚算係好啦，佢係仍然得救。咁啊，點解仍然得救呢？因為佢仲係建立喺呢個耶穌基督嘅根基上，即係佢同耶穌有關係，佢同耶穌係有生命嘅關係。不過佢侍奉咧，就全部可能差唔多全部咧係零分，即係可能幾分啦，可能10分啦、20分啦，得少少分數。咁咧，佢仍然得救，因為點解佢同耶穌仍然有關係？佢真係有處理佢生命嘅問題，咁佢都係有。佢同耶穌有關係嘅，佢係遵從神嘅，咁呢個人仍然得救。不過有啲咧，佢係可以唔得救，因為聖經有講到點樣咧，就係有啲人咧，佢直情係又惡又懶嘅仆人係唔得救嘅。咁但係呢個咧仍然講係得救，但係佢所有就虧損啦，全部係零分或者10分。咁其實有好多人都喺教會侍奉好多，但係咧有一日全部咧係做咗幾多嘅侍奉，甚至奉獻都會嘅喎。同樣兩個人奉獻，但佢咧就奉獻嗰時咧就係幾種心態，一個心態就係好唔願意啦，夾硬嚟啦；第二個心態咧就係好想人知道啦。即係我聽過見過有啲咁情況，有啲人咧奉獻咧，佢係要交俾牧師，咁佢係唔係真係呢個原因我唔知啊。不過可能有啲人就會點咧？我奉獻係要牧師知道我奉獻幾多嘅，即係有時有啲人就會咁樣的情況。就係話佢所做嘅咧，當佢交俾牧師嘅時候，佢個數目係好大喎，即係佢特別，即係有一個大嘅數目。不過可能全部係告吹嘅，
全部神唔算數，嗰陣時咧就其實就係好淒涼。咁所以我哋即係呢個經文俾我哋去反省啦。咁啊，但係裏面睇到每一節都有恩典嘅。咁所以我哋日日都話俾自己咧，神愛緊我嘅，神加我力量，我親近佢咧，佢就將好多恩典俾我，我一定生命提升嘅。我所做嘅出於愛咧，愛主嘅心，神一定喜悅嘅。咁呢個就成日恩典啦。咁啊，並且就算做得唔夠好唔緊要，神都一定接納嘅，神一定幫我嘅。啊，做得唔夠好，神又赦免我嘅。咁嘅時候咧，個人就輕鬆啦，輕鬆咧，自然咧，神喜悅就會凡事祝福。